这段掐了不能播是吧？请说一个能播的。我哔哔哔。希望给个体面的退场方法吧，就是你要说正常退休没问题，你要说结婚，你要说没了，那我们可能就要炸了。罗素兄弟，我爽，外加自闭了 ，Amazing！ 我觉得很谢谢他们能拍出来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虽然他结局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完美吧，但我觉得他对得起漫威的十年。我感觉我十年的青春童年都在几秒钟得到了很完整的一个复原。我觉得漫威真的，我以后会带我的小孩再看一遍所有的电影的。就像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我们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，但是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握住现在。此生无悔入漫威吧。钢铁侠，对，肯定是钢铁侠呀。那肯定就是钢铁侠了。钢铁侠一，复仇者联盟一，哦不，还有蜘蛛侠，对，超人蜘蛛侠。蜘蛛侠的老三部曲第三部。X 战警第一部。漫威有多久就有多久吧，大概真的是十年了。接着说，已经追了十年了，从少年到青年。哪有想，我就给你鼓声一波。钢铁侠，钢铁侠，也是钢铁侠呀。14吧，雷神托尔。蜘蛛侠很可爱。美国队长，本人演员长得比较帅。太好了，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，而且他是只靠自己的力量做到了所有的事情。他的一些成为超级英雄，其实是他个人抉择的一个成分在，尤其是在第一部里边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吧。我就算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也觉得我要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。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，但我选择了蚁人。我记得有一个人告诉我一句话：从平凡到平凡才是英雄。没算过，但是应该挺多的，上万吧，15岁左右，高一左右，反正就是一大堆模型啊、手办啊，然后还有买过很多杂志什么的。周边的话，买的比较多的就 Hot Toys 的吧。模型什么的买的比较多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漫威的联名，还有就是那个什么。我是有钱的话，基本上就买电影票了。这倒没有。为信仰充值，我的鞋，为信仰充值。其实是想买钢铁侠的鞋，但是我真的不得不吐槽，为什么钢铁侠的鞋做的都这么丑？就求求大家能不能，再用用心呢？就这个周边方面，尤其是鞋。四手浩克秒杀一切。They are the Avengers。我要攒钱买手办吗 ？I am Groot。I am